做了后守行规都未必有讲正。咁多单谋杀案都系同一个国际伪钞集团有关。画家，画家系咩人？我叫吴福生，三代都系做美术。你都系做假画噶？系做真画。呢个世界上，一百万之中只有一个主角，做到主角嘅，首先要找个啱自己嘅舞台。登上呢个台，当你做到主角，你想点做都得。我出产的超级美金是全世界最多人喜欢的象真画。